主料低粉40克，鸡蛋7个，辅料玉米油20克，白砂糖50克，牛奶30克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到2小时。牛奶加入25克的糖烧热融化即可，蛋黄3个，全蛋2个打散，加入牛奶拌匀，然后倒入模具静置30分钟左右，另烧热玉米油倒入低粉拌匀，加入牛奶拌匀，然后加入2个蛋黄拌至顺滑杯用，分3次加糖打发所有的蛋白，打发至如图的温性蛋白，取一小部分蛋白至面糊中切拌均匀，然后全部倒入蛋白中切拌均匀，倒入布丁液上面，清光瓶，用水浴法烘烤，烤箱170度预热，把模具放入热水盘中，中层160度烤50分钟，烤好的蛋糕取出晾凉，然后脱模，旁边在脱模时不小心碰了，嘻嘻，且快享用吧，冷藏后口感更佳呢。烹饪技巧，牛奶过滤一下，做出来的布丁才会好看好吃。把蛋糕糊倒入布丁液时要轻轻的，然后抹平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